3月30日，据港媒报道，两偶市已知名歌手王杰日前突然传出婚讯，时隔多日，经纪人受访时但未澄清两偶市目前单身。据了解，两偶市会跟王杰传出绯闻，是因为一则爆料视频，视频中谈及王杰的近况，便说王杰正跟一个富婆相恋，猜测该富婆便是王杰的前同事梁洛诗，因为两人同在加拿大，都喜欢吃火锅，还被拍到过合影。尽管猜测毫无根据，但很多人信以为真，连日来网上出现了大量梁洛诗与王杰在加拿大领证结婚的爆料。事实上，梁洛诗除了跟王杰都曾签约过英皇外，私下几乎没有交集。梁洛诗此前确实因为孩子在加拿大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在很多年前就带着孩子回香港读书，本月中他抽空回到了家乡澳门。至于王杰，自从淡出娱乐圈后就隐居在加拿大，行踪极为低调，直到去年12月他将旧作出道作改编放在电台首播。王杰跟梁洛诗可谓八竿子打不着，能传出绯闻实在无厘头。梁洛诗与富豪的恋爱也因为这几年没有同框，再加上经纪人表示其目前是单身，显然跟富豪已经分手了。